吧，今天妈妈还有事要处理，你再在干妈家多住2天好不好呀？那我爸爸呢？爸爸也有事儿。我爸爸妈妈是不是吵架了？ 你怎么这么想呀？我跟可儿说，他的爸爸妈妈总吵架，把他送到姥姥家都不让他回家了。子妍，昨天谁说要去海洋馆来着？我啊。那咱们现在乖乖的把饭吃好了，然后我带你去海洋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来，张大嘴。啊。啊。嗯，真乖。 等我们到海洋馆之后，给妈妈买个礼物好不好呀？好，我妈妈就会喜欢企鹅。嗯，我想给妈妈买一个。嗯。醒啦，来，喝点粥。昨天你一天都没吃东西呢。睡得好吗？嗯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呢是解酒药，你吃2片，管用。晚上可以醉，白天还是得清醒的。 你要是想徐子言的话，小琴说，可以随时把他送过来。我手头有个急单，一会儿还得去公司，我争取上午处理完回来陪你吃个午饭。没事，你不用管我的。我让小琴多帮我看2天子言。嗯，你该忙就忙你的，我待会儿喝完粥就回家了。这事儿拖不得。 也逃避不了。顾佳，你确定现在的状态可以吗？这事情得解决啊。北京游乐园的人给我买的，说是让我体验一下年轻人的喜好，随便吃2口就扔了。老公，你在哪儿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啊，看情况吧。你知道的，就是公司以前离职那个孙旭，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，喝大了，我留下来照顾照顾他。你没喝多吧？没有，没喝多少。 老婆，家里还有现金吗？你给我拿点。哎，你不是上周还上周你刚拿过钱吗？啊，这不请一客户吃饭吗？那餐厅的 POS 机坏了，微信也刷不了，我就付的现金。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这个事儿，是谁让你下决心生产的蓝色烟花？是我自己。 没有人影响我。